在中国，我们老百姓活得比鬼还惨。大家好啊，各位朋友，大家晚上好。今天我的心情非常的沉重，非常难受、愤怒、难过。中国一个什么样的政府，共产党统治下什么样的政府，能让一个好人含冤而死，而坏人作威作福、嚣扬跋扈、吃喝嫖赌抽？我相信在共产党统治之下，李文亮绝不是最后一个。如果我们不反抗，就像那个方兵说的，不反抗，明天死的就是我们。真的，方兵先生今天的口号已经就是开响了，等于已经开响了革命的第一枪打响了。我们要做的就是出来挺他。我相信我们并不孤单，我相信越来越多的人都会站出来，都会站出来。我们关注的问题的本质不仅仅是肺炎，武汉肺炎，更应该多多关注这个肺炎蔓延失控的根源，就是这个独裁的暴政。我们今天不消灭它，这样的事情以后越来越多的再次上演。我今天真的是非常的难过、愤怒。中华儿女，中华民族有史以来五千年多，中华文明五千年以来，有无数的能人志士反抗暴政，舍身取义，杀身成仁。辛亥革命打响了，武昌起义打响了第一枪。现在就是觉醒的人还不够多，我朋友圈还依然有很多小红粉五毛还在高喊党国万岁，感谢党。我们中国人真的要自救，不自救没人救得了我们。方兵先生，我们要响应他的号召，我已经做好了死的准备。方兵先生这一句话，今天他已经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的第一枪已经开响了，他喊出了推翻暴政的口号。我希望大家都把这个视频传播扩散出去，转发。昨天我接到三个电话，一个是北京打过来的，我没接。第二个是那个云南公安厅的，他说让我去国保大队的，他说让我去附近派出所自首，否则你下场很惨。我想问你，我下场能有多惨？我死都不怕的人能有多惨？不要把老百姓逼得太惨啊！要是哪一天我们街头相见的时候，我敢为自由民主去死，去拼命。你们共产党敢不敢为你们共产主义的信仰去死？我反正为敢为我自由民主的信仰去跟你们拼。我现在生命也受到威胁。昨天第三个电话是这边当地的公安局打过来的，我反正无所谓啊，你们要杀就杀，要剐就剐，我这个遗书都写好了啊，我等你们来的时候我就交给我父母。我在信中告诉他们，你们儿子我不是作奸犯科违法犯罪被抓被杀，而是为了改变中国，为推动中国的民主事业而死的光荣。现在革命大势已起来了啊，那些还踩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作福的那些狗官，我劝你们收敛一点，哪天屠刀砍向你们的时候，革命大刀砍向你们的时候，让你死的有多难看就有多难看，让狗一样。民不畏死，死亦何惧。共产党现在真的已经到了灭亡的倒计时了。前几年抓那个307律师、维权律师，说抓就抓，说关就关。现在那个陈秋实在武汉弄了这么久都没人抓他，最近才失踪了，说明他已经嚣张不起来了。真的，行将就木，当官的都不是人民选出来，他会把你当人吗？他把你当成狗，连当个奴才。现在中国需要有人打响第一枪，方兵已经起来了，我是第三个出来的啊！我希望越来越多的人站起来，直面强权的刺刀，敢跟强权说不，敢向强权亮刺刀。
方斌先生今年穿着汉服反暴政，这是真正的中华男子汉，真正的中华英雄。共产邪党把我们中国5000年的文化全部摧残一空，什么汉服文化，什么仁义礼智道德，全部摧残一空，中国的风气就是被这帮人带坏的，踩在我们人民头上拉屎拉尿，一切是时候该结束了啊！一切是时候该结束了。我们中国人凭什么被你们共产党踩在脚底下，当成狗，当成奴才，当成太监？中国的男人去哪里了？现在方斌站出来，我站出来，我希望更多人站出来，死都不怕，我还怕你共产党？现在这场武汉肺炎，我们不仅仅要关注这个疫情，我们更应该关注这个武汉肺炎产生的根源，就是这个暴政独裁体制，只有推翻它才能永远消灭，不会让疫情下一次重新上演。在中国，我们老百姓活得比鬼还惨，真的活得比鬼还惨，好人不偿命，含冤而死。要那么多钱，你挣再多钱，你也只能算个奴才。就像那个台湾人说的，你没有自由民主的权利，真的比鬼还惨，比地狱都不如。咱们这个共产社会比地狱都不如，因为阎王爷，地狱的阎王爷都会保留你说真话的权利，而在中国，你说真话就会像李文亮医生一样，一样的下场，死的路这么惨，被叫到派出所里面训诫。一切是时候该结束了啊！是时候该结束了，共产党。切尔诺贝利点燃了苏联倒台的最后一根稻草，压垮了苏联。武汉肺炎，我相信这次暴露出来的啊，邪恶本质也会压垮这个共产党，已经进入灭亡的倒计时。一定要转发这条视频，现在这样的革命形势已经大风起兮云飞扬了，真的真的已经到了共产王朝真正的已经末日的时候了。你看中国古代哪个王朝末日都是灾荒遍地，瘟疫四起，这边地震，那边饥荒，共产党真的这艘破船也快沉了，真的快沉了。李文亮医生的死，这笔账我给你记上啊，将来人民审判团队会一个给你一个个给你们清算。方斌今天的话已经，他那个口号反抗暴政推翻独裁已经开响了革命第一枪。好，视频最后我希望大家多多转发，唤醒更多的人，也让更多人知道有我，有陈秋实，有方斌，还有第三个阿宝已经站出来了，我是第三个站出来的，我也希望更多人站出来，一起反抗暴政，一起革命。